在干什么呀？吃饭了，爸爸。吃饭了吗？妈妈呀？那你过来看，看看妈妈吧。嘘，悄悄的。什么呀？妈妈肚子里面的孩子生下了吗？没呢，还没生孩子呢。生了好几个月了。妈妈，什么时候你的肚子很大？到九个月、十个月，你都是四个月生下来的，你弟弟也十个月呀。你刚才你醒了，你怎么没上这边来啊？什么？大点声。我妈妈得生弟弟。生弟弟你就没过来打扰妈妈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真是太懂事了。你自己在院子里玩是不是？是。对呀，你不能打扰妈妈，因为妈妈需要休息。知不知道？妈妈好些了吗？嗯，妈妈好一点了。哎呀，不能打扰妈妈的，不要上床了。啊，只能在这儿，只能在这儿看看妈妈。嗯，在这儿看看妈妈就行了。好的，上来吧。你不要上去了吗？嗯。你上去，你光碰着妈妈呀。是不是？还你们的孩子呢？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游泳呢，看看什么地方有好位置。你跟弟弟说，哪里是好位置，你知道呀？知道。你以前在哪里？你给他指一下。啊，在这里啊。以前都是在这里占你的肚子。别碰妈妈。你跟他你说，姐姐就在这里的，你要在这里哦。哎呀，宝贝，你晚上想妈妈吗？想妈妈。跟奶奶睡的是吧？嗯。哎，然后我想妈妈了。想妈妈就来了，你起来一会子了。你起来为什么没上这边来呢？不敢来。不敢来。怎么不敢来了？姐姐怪我，姐姐能有爸爸让我。妈妈不让他。你不打扰妈妈，你不打扰妈妈就没事。没事的，你妈妈。你开心吗？开心。给你要个弟弟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哎呀，你要记得照顾妈妈。好的。好不好呀？好的。嗯，你怎么照顾妈妈呀？在这照顾妈妈呀。你给妈妈做饭可以吗？给妈妈做饭吗？可以。我长大了做饭。长大了再做饭。嗯。好的，长大了也行。妈妈，我1米了，1米才长高的。他长了1米了，他说现在他都高了，不知道。那高蛋白的食物啊，高蛋白。今天是移植后第二天的早餐，豆浆、鸡蛋、高蛋白，是刚炒的土豆丝。妈妈吃饭了。还有苦瓜。鸡蛋。这是昨天的剩菜，剩菜你不要吃了。娇娇喜欢吃土，这个不是土豆，这是那个。啊，这不是土豆吗？这个是那个叫啥呢？井瓜。井瓜。啊，井瓜啊，我以为是土豆嘞。南瓜，这是南瓜。哦。你来，就是吃吧吗？哎。
我们看看。喝豆茶，你吃吃多少？给煮鸡蛋，嗯，吃吧。小小吃鸡蛋吗？小小吃了一个了，还吃了谁？你，这是上回剩了不吃那个？这个太长肉了。人家咱爸爸剩的，我吃了吃一个，你看吃没？你看看。剩的也别吃了，好几天了。剩的没事。昨天我吃不完了，我早上吃了三个鸡蛋，哎，吃了中午，光剩甘油，早上没吃那油。没吃的菜，没吃的啥？没有光剩吃的，回来吃那肉。光吃鸡蛋不行了，有点烦了，我说。剩的你喝吧。啥？剩的面条。谁的面条？哪二剩的麦条？我选的嘛。那谁剩的？昨天没人剩。碗里剩，碗里没剩。没剩，昨天没剩的。那我放那里边准备喂狗的，我怕放到那里瞎，我是先冰到冻到冰箱里呢。那是我剩的。他剩的。真是。倒喂狗，倒喂狗。你在豆浆吗？那我。啊，你吃着好的吧，妈，别吃那剩的了。我这剩的还剩的吃，你叫你吃，我不爱吃这。行，别等那些，先等等去，那等等去，妈给你挑吧。你会自己挑是吧？真倒一勾一下。那两只表，你行，你吃。俺吃剩的，别吃了。俺笑笑吃去了。笑笑自己吃起来了。嗯，哎，真的吗？啊，再吃这个，他要是土豆了，我没有土豆，再买点。你炒的行吧？给我那一碗。嗯，那一碗给我。啊。那我剩的面条啥？给我。来，这个给你。爷爷，我喝茶。你喝啥？喝汤的。喝这喝豆浆上的。哎。对吧？你用了这碗。喝茶。哎呦。不能喝。不能这样的呀。那不喝。那啥不喝？他就在喝汤。呀，没人再喝豆浆了，人都不再喝了。别豆酒啊！豆酒不是好孩子。吓唬奶奶。嗯。别吓唬奶奶啊！好孩子。你喝豆浆，我给你好吗？来，你面前吧，是吧？还稀得吃了，苦瓜吃了吗？你能吃苦瓜吗？不知道。你先背。苦瓜是不是有凉性？不过那个大夫说了，什么苦瓜了啥了的，什么热性凉性的不用管，装上吃。这么能吃、啊？对。什么营养都在里头。不能吃什么吗？不能吃那个不熟的东西。就鸡蛋，不能吃鸡蛋汤。对，鸡蛋水吃不熟，还不能吃呢。这豆浆都又大碗又腌肉糕了的。对，不能吃什么生鱼片啥的。那剩菜啊，他姐姐本来也不吃。我能吃那这些熟的吗？我吃。那先别吃苦瓜了。那这个是熟的吗？苦瓜我也吃。是的。那这个可以吃吗？吃吗？这个可以吃吗？又买的。啊。早上你吃完了，他那小袋是也是买的。啊，买的吃一个。来了就吃了一个，买来就热腾腾他吃了一个。嗯。大，一块多钱一个。